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单双乐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万元，只是挑选的尾数是22号，号码是03612022 03612022022，希望这张可以中大奖。来看看万八说明吧，万八说明在这边，各游戏区刮开后，若该游戏区刮出一个单符号且刮出任一个单数，即得其对应的奖额。若该游戏区刮出一个双符号且刮出任一个双数，即得其对应的奖额，有高达7次的中奖机会，也是有7个号码啦。好，不可跨区兑奖哦。来来来，奖金30万是头奖，这次来刮游戏一吧，先把游戏刮出来。先看看这次要看的是单数还是双数。哦，来的是双数，来个双数吧。第一个号码01，没有。哇，01是30万了。来，第二个号码17，没有。第三个号码11，又没有。第四个号码05，还是没有啊。01 17 105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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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看右边吧，高达7次的中奖机会，这个是要单数，单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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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，20，没有，20的金额是1000，没有，哇，18，也没有，最后一个数字是乌龟，还是中奖，就看你的了，来，哇，10，乌龟了啦，乌龟乌龟乌龟了啦，啊，嘿 ，U 哎。不是有个这是 W 啦，如果是 HUN 就中100元了，就是 H 没有，是 WUN 啦， WUN 就乌龟了，没错，确认一下吧。双数呢，这边都是05 11 17 01都是单数嘛，那单数这边都10 1820都是双数。好，这是给小朋友学数学的啦，双数跟偶数，单数跟偶数，单数跟双数。好啦，最后做个总结吧，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单双乐刮刮乐尾数22号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的公益，感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